大家好 ，ST 到今次嘅最近是 Tomica 55号，咁就系一架呢、這个 Isuzu 嘅货柜车，啊唔知做咩啦，有 Giga Potato 啦，系啦，咁啊 Isuzu Giga 即系呢个车头啦，咁啊唔知点解要加个 Potato 喺后面啦，啊加个好假嘅薯条喺度，啊架薯条车惊奇咧。系啦，唔知道买咩啦，真系。咁啊，车尾冇车尾灯啦，要我自己游落去啦。咁啊，机甲铺地度啦，四围都咁印住啦，劲奇怪啦，车底都系咁啦。系啦，咁啊，2014年嘅，但系个车头咧，2009年已经设计噶啦。系啦，咁啊，争咗5年啦，系啊，争5年。咁啊，呢个车头都几普及下啦。始终我上面都有劲多同类车壳啦，咁啊攞其中一架落嚟啦。咁就系 Tomica Shop 嘅依家 Potato 啦，系啦，同一架嘢啦，只系颜色调转咗，咁就你可以转咗去嘅，全白色咁样开一架，全红色又开一架，系啦。不过个碌就唔奇怪啦，始终佢金色同银色咁，啊咁啊，算啦，几好笑。咁啊，当然就呢、這个主要都系用喺长车度噶啦，就呢度三格啦。我唔记得12513939同埋嗰格一几几啦，135啊好似，印象未有嘅。啊，咁就劲多同类车壳啦。咁好，今次有架我介绍边架架呢架，今次呢架车介绍嚟到呢度啦，系嘛？功能头先系做晒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拆得出嚟同埋转得咯，系就冇噶啦。啊，咁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